前就常听潘老师的那个演奏，然后这次很高兴吉他能够办这个活动，然后让我来更认识到潘老师以及他这次介绍的音乐，然后对一些喜欢音乐的来说是都会很有帮助的这样子。最受用的地方应该是节拍那里，节拍很受用，还有还有很多介绍，还有介绍很多大师，然后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作曲的想法，例如说六八拍之类的。最重要的是老师介绍美国的时候有种想要去美国的冲动。对，大家好，我是潘世成。那首先就是很感谢各位朋友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来参加我一系列的吉他讲座，那希望在这个讲座的这些内容呢可以给各位有很多的帮助跟收获。那李吉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有邀请到新生代的指弹吉他手苏国明叔叔来为各位做演讲。大家好，这是我，到时候见。